富贵区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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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炸死了，掉了，完了，然后被炸死了，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，飞走了，他飞走了。哎呦，你的东西至少还掉，你的东西有捡到，东西没有被收走，嘿。他又在跟我打架，在跟我打架，在外面，在哪里？刚好点到那个，在柱子那边，台子上，柱子，在安德。干嘛？要丢东西？这个就是东西给你。好好。他想飞，特意。没事。飞呀、啊！他飞走了。电我拿咯。好。OK, OK, 啊，我的经验值。经验瓶啊，至少经验瓶都还有。好。让我去挖矿。怎么今天的复活这么的不安详？疯狂爆炸。对啊。疼不疼？啊，火伤。尼玛是强力是击退二哦。这是我刚刚付的，你要拿去啊？付的吧。我只是想要有击退。拿去啊，拿去啊！我先赚个钱。经验值我们的事件什么时候才要来啊？那集我啊哈，我们的事件啊，都是别人结婚的事件。我们什么时候离婚？哎呦，又炸了，又在炸了，来了。Oh my, 在楼上。对，现在在讲保护新人。他、啊、那个翅膀的也来了，他飞起来了，他飞过来炸了。应该不会说时间被系统给忘了。哎呦，又来了！他打我！救命！救命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爬楼梯，没事。哦，在这边，你在这边。不敢上，还不敢上来。哎呦，哪里在炸？上面那个天桥那边炸来的。哎呦，在哪里啊？它是最上面的矿坑，最上面的天桥。啊？有一个蓝色的在你的水平线哦。我的啊，我没有看到在哪里。你相信我，你小心一点。他蹲下了，你看，看有没有发光啊？可以再用。哎，最好我。那你也可以买啊，发光就不怕了。一定是西瓜跑过来找我。没有西瓜在上面，那边那个方向，你们看他 ID。没有。啊！你根本没在看这边、啊。我前面。我前面只有看那个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哇，那空中打人，把他打下来了。来啊，来干他！哎、欸，干你挖我的！哎、欸，干你去死啊！国王冷静，国王被打了。国王在哪里？这里为什么会有点壕沟啊？国王在家里。在楼下，在楼下。他跑掉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挖我的钱呐、啊？他跌下来，他快死了。钱而已。会哦，伤心欲绝了。哎、欸。真的会死，哎、欸，那干脆干到死好了啦，一定死，这一定死哦，这一定死哦，救命！不要救了，不要救，一定死。他跌太快了，这一定死，这一定死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那只能吊到死啊。别说了，在哪里啊？来，我们那个，先别吵，先防守，我们上面很激战。有天桥到他们家，那可以去炸虫虫。你一定死、啊，我会尽量去守啊，只是因为弓没有击退，所以射到他们射不下去。他们还是会走过来、啊。跑掉了。嗯，你要等什么？炸人这样怎么上去、啊？哇，你不是垫脚石？那么多的垫脚石，不用铺路上去啊。在哪里啊？等一下啊。哦，你从外面铺嘛。这想走就怎么铺啊？你挖那么多垫脚石都在帮我们铺，我们就可以上来了。你就知道我们上来多辛苦。哎，上来了，哎、欸，怎么是村民屁股？上来，村民屁股。这。垫脚石，垫脚石。好吧，从村民背后上来啊！哎呦，哎，我突然就死，我死了。凋零了？你刚刚中凋零啊？啊，就跟那个一定会凋零。我刚刚想说我的血量还有一，你从村民就刚刚讲五百次的那个一定是啊，这个不骗你。你听队友说话好吗？绝对会死，对，绝对死。他们两个人天桥。然后我买个技能好了，对，你可以买个发光，现在还不用，等一下才要。我要去杀。技能，就像天桥在上面是无限。Come on， 好，给你。先买个，反正天桥那两个我就一直牵制他们。好，我上去从旁边牵制。死而射前，死而射后。中间的巨人到底会干嘛？他飞走，有一个飞喽！哇，你看，哇，
摔死了。他那个有翅膀的啦，那个有翅膀超粉，我用的蛮厉害的。对，你可以赌啊，亲他奶奶。对呀、啊，我再买个盾牌，很多钱赌一下、啊、那几，赌赌也只能赌三次，赌奶奶赌一下，中了，哦，清除了，走，清除了，他没得飞了，他跑到我们家楼下喽，附魔区，附魔区，有个跳，有个来喽，在我们附魔上面喽。好，还、啊、是上不去，他又叠了。我把他送到，啊，没有击退、欸。可以看，可以打他。他在丢东西啊，他丢炸弹、欸，没有垫脚石在垫。嘿，他炸我没事。上面，上面。下一个，他摔死了，他摔死了，他摔死了。OK， 蓝的，蓝蓝的。捡他装。对、欸、啊，上面还有弓箭手，上面还有弓箭手吗？对。嗯。我们看附魔的有没有随便附个击退二就可以了。OK， 二或三，我自己可以把它叠起来。这样归李勇。再来再来，你可以分批啦。哦，你那小心哦、喔。下去咯、哦、拜拜。六六六，赌完了。好，他应该有基本的功了。可以去捡他的东西，可以去捡他的东西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我瞎了。瞎瞎瞎，瞎了瞎，瞎了。没关系，没有蓝蓝的点在附近。这怎么了？头上有东西顶到我的头了。句话、啊。可恶！不就是你把它挖下来，你垫高它，刚好卡到它的石头。哇！哎呦！打雷哦！打雷哦！被村民吓到，被我村民吓到。我想说怎么一堆女巫，一秒变女巫。哎、欸，西瓜，我刚恢复视力，我前面就出现一只那个瓜。打他！哎呀，好那个哦，他好那个哦。我他这还好啦，勉勉强强。他为什么一滴血打他不痛啊？左下角有人来了，左下角有人来了。他看起来像是被石头 K 到，然后死掉的。空箱资源，哎、欸，又有人丢手榴弹哦！哎呀，世界不安宁啊！那个，他在丢，还在丢。哎呦，没事。在哪？看到了，又是这个，又是个。他死过复活了，但没有发光。还有翅膀，这么准？哦，这么准！哇，这个人也太准了吧！三箭。对，打吧，卖照，经验归零啊，财产权协议啊，跟那个蓝蓝的，你赚了吗？没有，哎，赚一点点呢、啊，十二块啦。你们的均分，穷光蛋的均分，对啊，两个都均分，超级穷光蛋啊，问他，穷到不行，对，你有吗？穷爆了。有意思，我12个。是吗？跳。可以上去吗？有路？怎么上啊？找路上去咯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身上就有六个，我得买。有啊，对，这里。该铺路喽。跳。你就先放啊，多的先收起来。好，现在14、15。够了吗？哎、欸，可以清一下胸甲吗？他们又在。啊、翅膀是在飞来飞去了吗？对。OK， 那我来用看看。好，我们家楼下有两个哦，在地洞，哎、是地洞的。再打。没办法。蓝队国王是说，蓝队国王受伤了。我在打。啊！你在哪里打？他们家。弟弟。哦。我在打弟弟的，被弟弟那个打死。对，弟弟刚刚说了有两个，我们的没办法，我们顾天上。他还在飞吗？他跑掉，他捡了。没看到、欸。没有没有，他穿着，可以的话亲他。对。哦，没有，我是想说他飞的话，我是怕他。来，我知道啊，可以直接脱掉。对。我没有亲到。就是那个一拳啊，一拳在飞。一拳。嗯。就是一拳。使用。就是他。看两个人互开无敌，互打来打去之后，他跑了。顺走，哎呦吓我一跳，本心。他说再去炸他们家的那个、啊、书柜，他们应该有书柜。对，嗯，他们光在附。元帅，可以隐藏过去。我们的发光已经结束了。有啊，我炸掉了。
好。巧克力，我这边有冲击，你要吗？要，谢谢。你在哪？我下去找你。在你背后。哦，有。你要自己敲吗？我可以自己敲，可以自己敲。兄弟，这里，感谢你。哇，这样就强五了。然后这个，这个，他们国王在附魔。好。嗯，他们国王是不是被排挤啊？没有人要理他，被你吸走了。谁的？我的。你什么衣服还有？Okay. 你是不是丢了很多东西啊？有人瞬移的声音，我听到了。瞬移的声音，应该很难顺到我们这里面啊。没看到是中间啊，我是顺到中间而已。嗯。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把东西丢到我身上？是刚好吸到你，不要站太近就好了。嗯，大家喜欢喷在你身上啊。这是小雨还是杰克的、啊？不是我，随便啦，反正丢出来的都是不要的。哈哈哈！哎呦！哇！他又到附魔那边哦，附魔那边哦，有他附魔那里，附魔那里，来了，装备，真痛苦，这个真的太那个了。他飞会飞走，会飞走。选举，我的天啊！你在哪里？我在敌方家楼下。东西都被拿走了吗？一半。嗯，那现在拿一把弓。应该没有吧？他瞬移了，他瞬移走了。哦、他瞬移回去了。这边有蓝刀剑。我先保繁星回来。嗯，对，那里有洞，那里有洞，可以，那里安全，没事。Peace。有这样子。嗯、没事了。书柜是不是又炸了、啊？炸了、啊！快死掉了、欸！哎呦，跟装备一起。只捡到你的脚跟剑啊，其他没。哎，给个食物啊！他把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有人在炸，上面了啊！死！血量。你要不要看我的血量？你荧幕上面就看得到我的血量了。来弟弟，来弟弟。不要弄装备。小雨那个。纪念品。我在上去的路上。找到了。好吃的。给你金苹果，我不想附魔了，我要去炸人。好，我要当炸弹客了。他们那个虫有没有可以尽量炸，好不好？炸他们虫有路。好，天上其实是我们控制的。好，我去当炸弹客了。有一点很难受啊，很痛苦啊。哎呦，你们喜欢炸书柜是吧？我会炸你们书柜。炸书柜。哎，剩九秒。好，下一天。好，开炸开炸，炸起来！赌博赌起来，一堆拍嘛，真的。按词准备完毕，就按了。好，嗯，啊，至少我们这个天空优势是我们的。OK， 热血开送。哎呦，怎么开场摔下来、啊？财产均分，谁攻我？啊，小音乐。怎么开场结婚？我扣钱了，我又领几下钱了，真好，谢谢。我扣钱了，没事，我抢到钱了。哎，装备，清装备了。啊，给他，我胸甲没东西。我什么都没有，你家楼上有飞天哦。我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那个脑鬼，为什么又射死了？不赌了啦。谁有发光可以再用一下？我有，没有 ？Nice。啊、国王的脚麻了。Peace。国王还有吗？楼下有一个。你们还要再叠回来吗？书柜还？我考虑。看应该可以不用了，就去炸，反正先炸虫，炸虫拉高分数。你叠纸会让心更痛。好的。我今天已经心够痛了。哇，有臂力这么好。炸虫最棒了。在楼下哎、欸。对啊，在楼下。一楼，一拳，你该走了。亲他胸甲，亲他胸甲。又是一拳。啊，我忘记买盾牌。反正你快捷栏也有一个盾哦。好，我要去买了。对。他一直。远远远的。哎、欸，云月你干嘛、啊？摔死了，被他们摔死了。哎、欸，云月就是你。我的天，好深的。我回来了。他们也没有出柜啦。你就不要走啊！一拳回来。你刚开场就好。人呢？干嘛？感谢。嗯，他们开始要自控的样子。
楼下你们顾空间，上面我会看。我上箱子。抢制空权。谢，对，他们在抢制空权。还有他们那个扔不太到我们的虫虫。嗯，没当过兵。嗯，我应该没有什么。可恶，这样子我就不能去前面玩了。对。可恶。我不能快点，你要有那个盾牌啊，你。你在后面玩就好了。我买个盾牌，等我一下。嗯，我玩绝古。没中。小心。哦哦哦！哪里哪里哪里？上面上面，我在射他，射不到。屋顶屋顶屋顶。这谁的？简单哦。哎呦，好痛哦！哎，两箭就死了，痛死了。蓝蓝的又是蓝蓝，哎，不是，这是西瓜。没有装备。这谁掉装？刚刚在那个旁边爆炸呢。哦。OK OK。哎，没捡到啊！我攻，他炸掉了。看一下，那个掉下去的，我把他炸死。杨，你有捡到弓吗 ？No， 我这边没有。我要下去赚钱钱了。弓吗？没捡到。哦、有弓吗？这里面赚钱的地方其实没有想要。给他炸掉了。嗯。那就直接去炸虫了。那个天空要有人顾哦，我没办法顾喽，弓掉了。嗯。刚刚没注意到，他们开始有要炸虫了。需要 有人去牵制，够猛！现在就是雷神爆炸，等一下我们在炸虫了，有人可以自控啊！我上去，我现在想办法上去，我在炸他，中了，炸不到啊！两个，天空，天空，天空，远方还有一个在射啊！跳跳，哎、欸，我看到西瓜在飞、欸。西瓜在飞，西瓜在飞。看悟空术有没有看过？悟空术，他那个太卡了，对吧、啊？西瓜会卡就在家里、啊，不要学飞哦，很危险哦。哇，他真的是飞到半空中哎、欸。对啊，你就射死他，也赚，还有弓。可是射到他没有这样的声音呢、欸。